有些 iPhone 12用户反映，为什么开某些 APP 没有全萤幕？比如像台湾人最喜欢用的废品 LINE， 或是雅虎新闻上下都没有填满，或是 V 直播。其实是这些 APP 还没有为 iPhone 12新机型优化，然后你又设成标准的以外的放大萤幕，所以你可以到设定萤幕显示最下面的显示画面，由放大改为标准，设定使用标准萤幕。这样你再开启废品 LINE 就会全版了。再开雅虎新闻，来 V， 目前只能等这些 APP 更新适配新机型，你才能使用显示模式的放大来使用，不然会有上下黑边的问题。